跟你说，为什么我今天呢穿得很美美发发？我不要穿黑色，为什么？我准备去啊、外面各地方很多蚊子的，所以我一定要不可以穿黑色啊、比较啊、暗淡的色，最重要是啊、颜色比较啊、光艳的，比较是很亮的，一蚊子就不会找你的了，因为他不喜欢的，尤其是红色。我做的蚊子都不，蚂蚁都不会来，蚊子也不会来，哇，很厉害。所以，哎，怎么样？那今天呢，我顺便介绍那种东西，其实我就是介绍这个把。为什么两个把呢？以前我就不喜欢用的，一个把，哇，我地方很小哎，根本好像很浪费自己的力气，怎么小到都怎么辛苦，你抱来抱去。后来我最近的朋友说帮我折好了，帮我折，他说那个不要了，送给你。后来说我家里都有一个了哈，后来想想好了，我有两线了，根本挨着一边了。哎，两把，根本后来感觉，咦，两把，一把拖得我好辛苦，觉得很麻烦了哈。根本后来，咦，我用两把放上去，哇，这样，哇 ，very good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姐姐姐姐，还有那、啊、如果你觉得你的安全感呢脱衣裳啊啊，觉得啊，我现在觉得很麻烦，哇，觉得很省力，还有不会觉得很麻烦。你看你看，所以这时候呢，我们脱衣裳，觉得那个很一个对一个看起来真的很麻烦呢啊，根本有你两个呢加在一起还跟推。如果屋子小都没所谓，我那度大概都蛮大的，系咁这样这样推，慢慢推，慢慢推，慢慢推，哇，真系 very good 的。如果你说它清爽一点点啦、啊，你可以加一点点粉，一张纸来嘅，啊，加在里面也很麻烦，不用洗了哈，就不要张纸了，嘛，加点粉啊，推一下臭虫啊东西都可以赶得最低了。所以你说，我两个把就是这样推了。刚刚发明的，本来我朋友，我只用一个，后来我朋友帮我只送多一个给我，后来我就放一边我，我就说，哎，可以这样用了哈，哇，很快很快，我觉得很麻烦，所以你觉得它多一点东西不会多的，如果你用起来比较很快的，很好用的，为什么我们放多一把？你可以这样放。压着一次不会占很大地方啊，如果你省很多时间，多一把也是没问题的，最重要我们要懂得怎么利用它。 OK